小刘啦，啊，这是小刘，你阿妹身形粗了，形状无同，你要介意这个还是别项？我介意小刘啊，不是啦，嘿，请问您的度数大概几度呢？八百度，读书的人都是八百度哦。你说我失败吗？不是不是，我是说站上去。你知道黄金比例是多少吗？我不知道。1.618033988，这样我以后交得到男朋友吧？可以，可以吧？这家店长叫 Susie 的 James 门市，每天都有许多有趣的顾客上门来寻求帮助，提出的要求可以说是无奇不有，也往往让人啼笑皆非。且看 Susie 小店长如何用专业与智慧来排除万难，帮助这些顾客解决他们的问题吧。那欢迎光临 James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 Susie。哎，我天啊！哈，你干啥？哈，阿妈你好，我是 Susie。哦 ，Susie。我最近吼拢看无啦，看无。嘿，啊我暗时爱看迄小刘啦，小刘。啊那安尼给放大有无？啊拢看无啦。嘿，阿妈小刘是啥啊？哈，小刘是啥？哦，小刘，嗯，小刘孔刘，你有听过哦？有啦有。真正足紧的啦，我要收哦。你紧啊，你紧啊，别看小刘啦。蛋姐，我想帮你量度数。好，你看无？好，这是100度，你看麦。你乖，嘿，乖乖。你可能有老花啦，挂目镜。老花？哦，老花。嘿嘿嘿，老花爱挂目镜，近的太清楚。嗯，嘿，你看麦。看这个错。看有无？啊，无啦，无。看小刘，小刘，你看这100度的老花眼镜，看有无？啊，嗯，敢有效？敢那阁无呢？有啊，我阁换一个，我这100度啦，你可能吼。100块哟。100度。哦，100度。嘿嘿嘿，这不是100块哦，嘿，这200度，你看应该足清楚的。哦。哇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咱当小刘啦！啊，这是小刘。哈，你看，俺们身形粗了，哎，较紧呢。这会使倒去挂啦。好，便便，这是便便呢。哦，嘿，啊有几行啊？无同，哎，啊有几行啊？无同款的框型啦。框型，嘿，形状无同，你要介意这个还是别项？我介意小刘啊，不是啦，嘿。近况爱变，我小你会介意无？买啊，买啊是这个，这个小小咖啡色，咖啡色，嘿，咖啡色会使，咖啡色，咖啡色。好，我帮你摕一副新的，啊，较紧的哦。好，啊，这行我，好，新的伫遮，好，我甲你讲，你爱当诶配好这个，当去挂，看小刘，啊，你明仔载还是后日搁再来。够要来哦！对对对，按钮健康的度数哦，老花啦，嘿嘿嘿，甲恁好，你有好色无？哇哇，甲恁好色够！哦，我那好色好色，那就是小刘要甲小刘，甲恁斗哦。相片会使给我看一下无？你想要来哦？啊，我找一下，我找一下。好，啊，阮去结账好无？啊啊，阮去结账。100块嘛，对不？不是不是，是200度的，1480块。哦，会使无？足俗的吼。啊，佮有蓝光哦，这有蓝光。哈，蓝光。看这，嗯，对哦，蓝光。嗯，看这保护眼睛。哦哦，好啦好啦好啦。好，啊，你爱看 iPad 的时阵爱挂这哦。好好好好，唔是遐智障。好，遮行。遮乖。好好，我甲你。我住隔壁尔啦。好好好，结账，谢谢。我去目镜行了，啊，转去厝的去阿妈，我有看到阮小刘洗身躯呢，你有看过无？有看到无？我食烟斗，我看了真清楚呢，惊神佛，真害羞啦。迄天了后啦吼。就是吼，伊就有叫我去店嘞，啊，去店的时阵吼，佫带迄阮家的
后生的相片名啦，阮家后生真无用啦。哦，佮雅俊讲，伊是真正是对我的后生是有兴趣的啦。啊，无想到吼，迄是要吼帮我吼佮较详细描一下啦。哦，原来我是150度呢。哦，原来我有老花哦，啊，真正是老啊啦。哦，啊，我配了。我感觉着吼，哎，看电视啦，看阮家小刘啦吼，啊，拢袂忝呢，啊，真敖，素性来真敖啦吼，啊，后摆吼，带伊做新妇，咱那嘛是袂歹，啊，伊有讲啦，嘿吼，袂忝吼，是因为啦，迄个袂目镜啦，有迄个叫啥物话，我讲绿蓝光吼，哦，哇，有敖，真好真好啦。住隔壁嘛吼，真好。啊，你要看无？小刘啦。要欢迎光临Jeans，欢迎挑选时代。要欢迎光临Jeans。你好。你好。我想要配眼镜，要配一副眼镜吗？哦，你的东西我先帮你放这边哦，没关系，我要读书哦。你要读书，知识就是力量。好，那你想要配一副什么样的眼镜呢？哦，因为我接下来就要上大学了，我这个眼镜啊压得我真的有一点痛。哦，我看到你这边压得很重耶。这样子，我以后高中毕业上大学，我怕我美丽的脸庞会因为这个而交不到男朋友。请问您的度数大概几度呢？800度，读书的人都是800度。哦，了解。那因为你还是要试戴，我还是先帮你放旁边好不好？哦，好吧，可以吗？那我再看一眼好不好？帮你再看一眼。好。哎，你知道黄金比例是多少吗？我不知道。1.618033988.7。这高中生都知道。我看到你压得很重哎，很痛吧？对，不过 no pain no gain 啦。那这个眼镜啊，其实这样子很 Q 弹，这样好看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哎，镜子给您，好像还不错。因为啊，这个笔垫啊是细胶的，比较软，所以戴上去其实不会让你那个压得这么重。对，然后后面这边其实都是可以做调整的。对，然后它还有其他的颜色，这个是渐层的。戴起来会比较有层次。好，我觉得不会那么死板。你说我死板吗？不是，我是说戴上去比较亮眼一点。嗯，还是你有喜欢琥珀色吗？会跟你的头发的发色比较搭。哦，嗯，好，也可以试试。这个也是就是现在流行的颜色。也很漂亮，框型的话也是跟你的脸型是符合的。嗯，你看起来更小了耶。谢谢，这样感觉我交得到男朋友了。可以，我觉得一定可以。好，那就这副吧。这副吗？谢谢。那我帮你拿新的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就是等一下去验度数，验完度数30分钟就可以拿眼镜了。30分钟就可以了。对对，那真的是很快，我大概只能背100个单字，差不多。好啊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，那我们这边请啊。谢谢。你好，欢迎回来。你要拿眼镜的，对，等我一下哦。好，真的刚好30分钟。对，你试戴看看。哦，这个是这样凹都可以的吗？可以，刚刚有跟您介绍了。这个是已经把800度的镜片放上去了吗？对。哦，真的是很轻啊。对，几公克而已是吗？跟一个汤匙一样轻。哦，对。这个眼镜的那个镜角的弯度啊，有帮你刚好弯到你正确的位置了。哦，所以你戴着啊，你看书啊是不会滑下来的，不太会滑下来，对吧？对，好像是。我帮你把原本眼镜收起来 ，OK 吗 ？OK。等我一下下，你要哪一个眼镜好呢？我觉得红色好了，红色好，红色比较适合我。等我一下哦，我帮你收原本的眼镜。好，那这给你啊，哦，谢谢。那书 OK 吗？OK。可以，谢谢。这边放你到外面。谢谢您，欢迎再度光临。
哦，戴上这个眼镜之后，真的觉得好像更清楚了，头脑也更清晰，因为它不会压到我的耳朵，所以我不会痛。这样子看书感觉比较快，比较记得进去头脑里面。而且啊，它真的有点轻哦，不是有点轻，是超级轻，所以有点太舒适，舒适到我有点小困扰了。这困扰就是我很常在找眼镜，我眼镜都找不到，因为它太轻了，一直在我脸上我都没有注意到。不过呢，感觉这个眼镜真的蛮适合我的。苏喜真的很会挑，只要我考上好大学，我应该交得到男朋友，因为超好看。感谢苏喜，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眼镜行真的可以改变人的一生呢。啊，也还好啦，读书是我自己在读的。不过外表，谢谢苏喜，谢谢静苏喜。健康的，你这个讲完了。我就想你可以忍多久？可以说下去了。阿妈，你头拄仔讲哩，哈？啥？可以吗？来不及，我讲你的。我讲什么？现在先讲，我要讲什么？这个眼镜，我到底要干嘛？不然我干嘛？阿妈，阿妈喜欢跨小流就容易哎！丢了丢了丢了！